听着真，听着就问，你不说我来错人了，你问问也是一条开门。你抓证明说，我还只想说明是啥来。哎呀，不过这样的人还真得烦死。我留下吃卤面嘞，有钱买下面去吃卤面。我晚上到底还没刷紧呢，停水了，这咋天气都刮到破裂了，让人修了，还不知道上年能不能修好了。今天这豆角了，我直接去发家吃了，不然到上人吃过了，还是吃完了。我吃饭了，吃卤面了，知道了没？一会儿就赖着水了，你上一会儿不赖水呀？我这前天修整少人了吧？哎，我修整没有，我家是不赖水。好像我们今儿吃的到豆儿了，带着去饭店吃饭。这不是豆儿呗，咱该啥也都这不应该的。我已经买个那个给我吃的，你去叫你叫人拿来的水吧，说不定我一会儿就来水了。你到时候到底？哎，这有了水了，姐，这有了水了。你叫俺姐。没就比我倒两箱，这样你自己也不吃亏。我三环之家娃寄了快递，特别特别惊喜，你拆开拆了。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超值的东西。你拆开，你拆开。就一块钱买的，一次还顺丰包邮。哟，是不是也学了给直播加钱了？对对对，我以前其实说实话，我也不太相信这直播这个。我总觉得 不是光不相信了，我每次我请你都直播呀，我要买一件盐啊或者买一件事的都极力发对啊，不好不好不好，不要买。不是说只有这个正货早，咱请人，咱请人累重累重，咱直播不动，直播能像米能差评，说一块钱抢了，一块钱你是顺丰包邮，里头十只饼，你叫巨能线，你说饼你拆开看，一块钱十只，对对对，特别好爽，你想。哦好像是十只了，什么十只？就是十只不多。哦，对，你这别，你这别没有别心，你这没有别心，这别腿直接就是别心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只别那个十一年。啊，不是，你的意思这十只别别都更是了，真的。以后记着劲儿，有好巧的样，一直给我钱。那别死了，一毛钱给你钱一只。上回做了卤面都要出来教程的，其实我做的也不正宗。嗯。你就只能说面才能吃。今天就我这过程来，你可给你录个哈。炸下给捞着。下不着肉压的，还整了面皮儿。我就下当鸡儿油，然后把它拌匀，吃完锅里蒸。这就在这里头就锅边就下到了。我发现一块捂着面条整个老多了。主要还把那个叫我菜了。用的钱，先做的米了。先做的面片的，俺不用的钱。哦，你先做的甜的。嗯。好不行。你真吃吗？那天中奖。天中奖。那不洋人呢？啊，你可记着，准那边啊。我会掉，那是那个。这样是一分钟就中了，这个是菜拌一会儿再上锅蒸，蒸熟就中，非常家的。锅底下就是卤面必须是这材质制八用的，再蒸啊，十来分钟。我发现给说，那你说说人生话也不知道，今天都是听饿了，那我够了。你可以休干了。用不着我来。用不着。瞧了，长得有点像。像我了。走了哈，蹦你呢？不是蹦到了，我
真的非常相信用山里一份。嗯，因为招对人了，每天都是亲人家；招不对人了，每天都是好杀龙家。嗯，就是咱人弄的这。咱。可不这。再跟最后这豆腐东白菜。嗯。最应该爱上这道菜的。我这就是肉拌了，不甜。你们吃了你那饭店的好吃，你饭店的这些就是肉拌了。哎，我讲这过程的要紧了，你讲，他一，你讲，一气氛一乱，一气氛一乱，过多的原因，成了病了，我。过了半天以后，是水烧泡了。呀，我真觉着面条有软。嗯，我也想吃这个，不辣，就是汤汤圆拌圆的，嗯。嗯，就尝尝都比较清淡。一个人吃了这个啥？我们那不认识。哥哥就惯一阵子了。你都尝尝妈妈做出来发凉的味了没有？比发凉好吃。是不是啊？就不好弄回头，特别给面子。真的。你这边你发凉的也是西人的高汤做的嘛，特别香又温。这也好吃呀、啊，比他们好吃。嗯，凉凉吃，回家烧着。嗯，还行。还行这边。他厨师做的。中了。不敢说不好吃，你可不，你没有你不敢回上回啊。